你好，你好，大家有听唔听听到到阿老啊？王把声啊？我把系声成日都啊，听到你王把声，啊。你把声我就晕晕地噶啦。唔系嘛，唔好讲呢啲啦。哈哈，哈哈哈！听众听唔听你到我哋两个把声？OK 啊？冇啊，听众未有反应啊，而家等紧啲听众有反应我啊。慢慢理解，OK 嘅你。咦？猫一堆，嘢食嘢饮一堆，OK。OK 啊，而家我哋今日迟一又系迟一啲开始啦，咁因为咧，我今日有啲朋友好好倾，咁所以咧就迟一啲开始，咁样会人入咗嚟我有。一二又定咗12点钟开啦，唔好客气啦。Daniel Cito 就话 Good evening，点解你咁夜都未瞓呢？唉，听咗你把声，点想瞓啊？点会啊？喂，我哋开一开冻啲个冷气，因为我就系熟啦，唔好意思。哦，好啊，好啊，喂，系，你又问我咧，有冇睇到邓九黑啊？系啊，邓九黑咧，我1966年咧就睇过，事关我未出世嘅，1966年啊。系啊，嗰阵时咧，尚宝罗贝蒙多做嘅，嗯，叫邓九黑大撤退，黑白系，片嚟嘅。嗯哼嗯哼，咁净系讲1940年嘅时候咧，嗯，英法联军啊，唔系盟军话，英法联联军。军，嗯。因为时未有美国参战啊，1940年，咁就俾德国纳粹党咧就赶到去法国嘅海岸边境，系，咁英国咧就决定咧撤退32定34万嘅兵啊，系，翻英国，嗯，咁啊同埋法国嗰啲残军，法国嗰时已经放弃咗噶啦，已经巴黎已经唔掂，咁啊翻去咧。就征用咗全个英国同埋 法国海峡啊嗯，嘅所有船只，无论你系商船啊、唔理你系 ferry 打啊，鱼啊，定系三藩啊，定乜嘢，系啦，总唔之理同我打死出去鱼救啊，人。乜嘢都好，游艇都好，总之系艇过得海嘅咧，嗯，就将嗰30几万嘅英法联军咧就运咗翻去嗯，英伦三岛 成功喎，系。但系咧。中间咧喺俾德国咧就赶绝嘅时候咧，死亡咧死伤嘅官兵咧甚多。咁啊，而家咧听闻再拍过呢套电影，哇，好睇到癫咁啊！即士官，我想话俾你，真系好睇到癫。我睇嘅时候咧，我直情觉得哇，即系搵唔到破绽。我意思个破绽就系咧，喺一个戏剧角度啊，即系你觉得佢好好睇。咁同埋咧，嗱，我琴日听咧，我哋老友鲍伟聪讲咧，佢系忠于原著嘅，即系咧，譬如咧。英国虽然话英法联军啦，咁但系其实咧，英国人撤退嘅时候咧，佢哋都系觉得，喂，即系，梗系我走先啦，大佬，我自己人系咪？咁你哋班 frogs 啊，你知英国佬好衰啊嘛，叫法国人叫 frogs 噶嘛，咁就系啦。咁里面呢套戏里面都有一幕咧，就系个船咧，佢哋匿埋喺个船舱度，咁就等到船涨啊，即系嗰个水涨嘅时候，咁佢哋就可以走噶嘛，希望浮起只船咁啊走到啦咁样。但系咧，发觉原来太重啊，咁要抌一个人啦，又系去到呢啲咁嘅人性的弱点嘅 moment 咧，咁你抌咁边呢个个都系睇咧？到你，系啦，咁你正路谂，咁啊，梗系抌最肥嗰个噶嘛，系咪？但系唔揸系喎，肥仔啊，系冇错。咁啊，梗系抌肥仔啦，系嘛？我哋个推米肥仔，如果喺船度，我第一时间抌佢，唔得啊，个 remote 我就系熟啦，我有冇听过人哋做节目中暑啊？喂，OK，继续，系 咁咧，点不知咧？佢哋就俾指你住。着紧件衫咧，唔好着咁多啦。唔好着咁多衫，我已经冇乜衫喎，只不过得一件啫。我睇唔到嘛，因为哦，系喎，系喎，OK。咁咧，佢哋就突然之间就大家出现个意见，就话有一个人就喂指住，喂嗰个人，嗰个人系德国间谍，怼佢，怼佢。有冇听我冇听我佢讲嘢噶嘛？佢冇出过声啊，就系佢咁样样。咁咧，佢全程真系冇出过声。而呢个时候咧，你知道一有人起哄咧，就好容易 agree 嘅，即系实有人认同。系啊，啊，好冇啊，错。怼佢啊，系啦，佢冇出个声啊，就怼佢啦，咁样。咁呢个唔出声嘅人咧，佢隔篱嗰个朋友咧就话：just tell them, tell them 咁样样。咁佢 tell 乜嘢咧？咁佢一开声，原来佢讲法文嘅。哦。佢唔系德国，佢唔系德国间谍。
跟住啲人就話佢就算開聲，第一佢一定唔識講英文，就算佢識講英文咧，都係好重嘅德國口音。點樣先開聲？大失所望，佢係講法文。係。咁但係咧，佢哋都話，只要咁即係 frog 啦，即係青蛙啦，即係法國人啦，青蛙係啦，依只青蛙照樣要佢落船。嗯。但係其實嗰條友恩挑鬼命。少了他一個，是不是真的船會浮起呢？又未必。未必的。是啊。咁所以呢，這一幕呢就是你睇到好緊張。佢成套戲都好緊張。而成套戲呢，佢有一樣嘢好好，但冇乜人睇我發覺。就是佢嘅配樂做得好好。哦，係。我要睇呀，我未得。喂，真係睇呀，似乎好嘢，好嘢嚟。星期二睇呀，星期二睇。你嗰邊都上咗啦嘛，係咪喺加拿大。想睇嘅，因為我咧就啊，任何一日得，我唔可以買老人飛，老人飛我平，但我要揾個太座咧一齊。如果唔係咧，就又離婚噶啦。咩叫又離婚啫？又嗌翻，即係有個藉口啊，藉口你睇戲都唔叫埋我，咁你咁咪拗撬啦嘛。唔係，但係男人通常唔係話中意咁樣嚇，即係升官發財死老婆或者離婚咁樣。唔系，冇好闲啫。其实就系冇咁讲，俾人听到系。讲你听啊，系呢种咧有个名嘅喎。嗯，你总系你正话讲出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观念，就当人都话你嘅时候咧，你就变咗咧千夫所指啦。系啊，嗱呢个名叫民粹主义。嗯 ，populism。咁啊，民粹主义咧，嗰啲人民咧可能系盲目嘅喎。系啊，但系你咧。个个都指向你的时候你真的百词莫辩，你变忠都变奸，好都变坏。喂，次官，好惨！你一讲我谂到个例子，袁崇焕咪咁咯。嗰时咧，啲斗争咧，可能系完全冇根据嘅。系，但个人都话你有事，话你系呢个台湾间谍，话你系东贼，咁咧你就系噶啦。你走资啊，同埋走资派啊，系啊。系你正话讲出呢、這个呢、這个咧，我好担心咧，喺我哋嘅社会咧，将来都会变成咁样。我唔使将来啦，发生紧噶啦，次官。我知，但系我惊住将来更加猛烈嘅。咁呢个系一定会有噶啦，喺而家喺嗰度趋势啊，系啊，真系牙烟啊。因为咧，你讲嗰个咧，文化大革命咧，咁嗰阵时系全民疯癫啦，系咪？咁人你以为，唉、都系历史上都得过一次啫，咁样吓，冇、啦。咁啊，党之后都承认自己嘅错误啦，系嘛？佢哋都话呢一个嗰十年之间发生嘅系一场浩劫啊，佢哋都觉得系有问题。马失前提啊，系啦，我听亲耳听到啊。要成志同志咧，同我哋嗰个访问团咁讲，叫马失前蹄嘅话，一定好结嘅。系啊，喂，但系咧，你又睇翻依一个民族，同一个民族，唔系太耐之前嘅，四五百年前就发生咩事咧？咪就系袁崇焕咯。系啊，又系啊，三百年前都该抢佢嗰个尸体。系啦，嗰啲肉唔值啊，因为咧憎恨佢，话佢系奸，系佢系。漢奸出賣朝廷，係喎。咁但係當然，而家我哋知道袁崇焕到底係咪真係一個奸臣啊？咁啊 ，turn out 原來唔係嘅咁樣。但係嗰陣時嘅 public opinion 咧，認為佢係啊嘛。冇錯啦。咁啊，呢樣嘢咧就係民粹主義，就係 populism， 即係冇理性嘅。嗯。咁啊，唔使喺西方咧，列奴時代咧。啲人話指住嗰個女人就話呢個係巫婆咧，個個人都話佢巫婆噶啦，冇得否認嘅，唔使落刑嘅，何況落刑？落刑係我嚟做咩咧？落啲好殘酷嘅刑咧，係要供出其他同黨十個名字啊，冇錯啦。嗯就嗰啲十個名字有十個咧都係冤枉嘅，咁呢啲又係咧民粹主義。因为咧，你供出嗰啲人咧，你明知嗰啲人唔系女巫，但系咧你冇办法唔供。而呢啲人点解佢明知嗰啲唔系女巫，佢都要供咧？只因为佢有个侥幸心理啊嘛。系。佢谂紧话，其实系咪我供咗出嚟咧，我就叫做立咗功咧，我就可以唔使死咧？
唔系咯，系啦，因为一样要死，系啦，因为 I gave them what they want。而家好多人咧从政嘅吓，或者喺即系我哋讲嘅呢个政界啦，都系咁样样。即系譬如我哋所谓嘅舔共啊 ，OK， 奶共舔共啊，即系亲党嘅吓。咁佢哋都觉得话，喂，我而家系为党尽忠啊，我做紧党要嘅嘢啊嘛。咁即系我冇功劳都有苦劳啦，吓，将来有啲咩嘢咧？党系会乃念我嘅功劳咧，吓咁啊会有俾啲着数俾我，系啦，有罪都唔怕，系咯，我打定个底啊嘛，系嘛？好愚蠢嘅谂法咯，呢种你死呢啲系死先添噶咧，因为咧最憎恨嘅就呢样，一利用价值完咗咧就呢啲行先噶啦。梗系啦，嗱我哋都会即系。我哋依一届都唔好讲得耐，我哋都见到啦，即系譬如例如呢、這个。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啦，係嘛？佢同佢細佬啊，喂，咁嗰陣時六七暴動嘅時候，佢哋都喂做咗嘢嘅喎，真係佢哋根正苗紅嘅喎，係嘛？嗰陣時要 take 好多 hit 嘅喎。係啊，喺我嗰、那個各有各説裏邊咧，第二個 part 咧講到嗰個六七年暴動嘅時候咧，我都有 mention 呢兩位人聽，我識佢哋兩位，不過我唔。永遠都不會跟他講說話的。是。咁啊，正話咧，你講鄧九黑嗰個退嗰個電影，又有另外一個發揮嘅地喎。嗯。我有個老友咧，就俾咗個Apps， 就話俾我聽啊。佢淨係話俾我聽啫。係。佢話咧，一個人啊做二等公民幾慘咧。哦。點樣二等人慘咧？佢話好似呢個法國。嗰啲兵咧，去到鄧九黑嗰度接佢一齊咧，英國人係佔大多數，德國人咧已經亡國啦，咁啊已經咧投靠咗英國，即係話咧佢逃出生天要去英倫三島，仲要靠英國嘅關係，咁所以咧受盡歧視，就受盡咧委屈，咁所以咧佢話做二等公民咧係好，咁啊即係我唔明啊，仲要寫明啊。你追外國咧，就即等於二等公民。咁呢個老友咧係一番好意，我同佢幾廿年噶啦，一番好意嘅。咁但係我啊覺得，就算俾你喺一做一等公民，但係一個咁嘅社會，剛才我哋講咗咧，呢啲咁嘅社會咧係好恐怖嘅社會嚟噶嘛，係冇一種咧可以避免恐懼嘅社會。就算俾你做特等公民又如何啫？俾你做刘少奇又如何啫？俾你做林又如何啫？到头来都系领嘢，都系落镬嘅，系系真系冇错，都系落镬嘅。系咁，所以咧，我咧就冇复咗佢，但系咧，我希望有听我哋节目啦，呢度当复咗佢啦。即系其实个问题唔系一等、二等、特等或者超等，而系你喺边个社会嗰度生活。你有乜？你有冇恐惧？你有冇一啲咧？好不解释到将来嘅冤屈、冤假错案，我都唔知道。系咁嘅，系咯。所以咧，喺咁样嘅生活里边咧，就算你身体好咧，屈下屈下咧，都可能会生 cancer。士官啊，你头先咧讲咧话佢话咩二等公民啊，跟住喺自己国家就系头等公民咧、啊，呢样嘢其实我觉得一等先咩，冇话二等，我话咩头等嘅一等啦、啊。系啦，但系咧嗱，你一唔一等都好咧，我觉得个措辞有啲问题，就系公民呢个字，我觉得用得唔恰当。即系系咪真系我哋喺自己本身嘅国家吓，即系中国咧？咁我哋就系一个真系有公民嘅权利咧？嗱，呢样嘢又值得商榷咯。吓，我哋系咪真系有受到法律嘅保障？例如吓，如果咧你系买咗一啲产品翻嚟食用咗之后系有问题嘅，你系咪真系可以告相关嘅单位？你告民企咁可能都冇问题啊，你民告民啦咁样吓。咁但如果你告嘅嗰个系国企咧，即系我哋唔好讲远啦，我哋讲譬如话几年前嘅三鹿奶粉事件啦，系咪？三鹿啊，
一直碌个碌啊，系啦，一直碌个碌，系啦。咁你嗰扎嘅爸爸妈妈，咁佢真系爱国，佢买翻自己国家嘅产品，系佢支持自己国家嘅经济，买翻自己嘅产品俾小朋友食，点知食到出事？大头症系啦，原来佢里面冇蛋白质嘅，原来系冲嘅，系假嘅咁样。咁如果系一个真系先进发达国家，系有公民权益嘅话，咁佢哋应该系可以得到好合理嘅赔偿嘅，巨额嘅，分分钟系嘛，天价嘅赔偿嘅，同埋当初肇事者就应该系坐监噶啦，应该系受到制裁。三六嗰件案咧，嗰、那个老板咧就冇乜事，但系咧都坐监，但系咧嗰个化学商咧就化学研究嗰两个咧搞呢个嘅咧搞呢个冒出嚟嘅咧就判咗死。咁但系呢个唔系等于一个好嘅，即系文明进程嘅，好恰当嘅社会。我唔讲话进步又唔进步啦，我都话几进步嘅。次官，你个电话要对近啲啦，因为又潜水啊。而家我讲咧，就系咧，正话你讲字眼咧，系好快人心性，呢、這个叫做公民。嗯，我细个嗰阵咧读嗰本书咧，就叫 Citizen。嗯 ，Civics 呢个咧 ，Civics 咧就其实咧 Citizen 咧就系同个 city 个字有关，系系市民。英国佬咧一路喺佢个殖民地教育里头咧，我哋系市民啫，我哋未系公民，即系你唔系系啊 citizen。嗯 ，citizen 咧就系由嗰、那个城市嘅 ordinance 嗰啲权利啊，过去给予佢嘅权利。但系如果系一个公民咧，系一个国家公民咧。佢唔只係個城市裏邊嘅權利，佢哋保障，而且係全個國，全個國包括嗰個國嘅法律同埋文化同埋歷史一齊噶嘛。所以正話剛才你所講嗰個咧，就算佢係得到懲罰，但係成個國點解嗰啲國民會有咁嘅行為咧？呢個係咪同嗰個國家本身？嘅文化受到摧殘，係咪國家嘅法律冇人執行得仲好嚴格？嗯，係咪啲國民自己本身已經唔對個國、那個國家啊，產生咗一種歸屬感咧？自夠膽為咗錢係佢祖國，唔係真係佢祖國喎、啊。那個地方嗰啲人唔係佢祖，錢就係佢祖國，銀紙就係佢祖國。咁咧，呢個係佢係最大嘅問題。你明白嗎？我明白。而家即系你见到咧，譬如你个朋友呢个问题咧，咁即系我冇你咁好脾气啦，我冇你咁好修养啦，又更加冇你咁好学问啦。但系我咧就会唔抵得嘅，我就会挑翻佢机嘅。我就话，我话我都觉得系啊，但系我又解释唔到点解咧咁多中国人咧都争住要去欧美做二等公民咯。包括他们那些领导人的仔女啊家属是啊那就不愿意他们呢都派了或者是安排了他在那里生活是啊拿到那国籍国籍啊是啊国籍啊不是拿个身份那么简单最好是唱埋歌发埋誓那种同埋咧，次官嗱，你老友陶傑咧就 post 咗出嚟咧，就大快人心嘅，即係我都 share 咗好笑嘅，就係咩咧？就係姚明啊，國家嘅呢個體育界嘅代表人物係嘛？係啦，猛將，猛將，佢咧入咗美國籍，咁有幾期啊？入咗美國籍，佢就喺 Houston 咧。如果我冇錯啊，我嘅地理麻麻地啦，就係呢個 Texas 叫 Houston。咁系啦，就买咗一个豪宅，话真系豪宅啊，唔系香港嗰啲三四百尺嗰啲豪宅啊，系11,000尺嘅豪宅。哇，好大！系我唔啱住，我搵唔到猫咧，我会不安嘅。系我话阿仔，你去咗边啊？仔咁样样，咁可能到时咧要逼佢入晶片，跟住带住个 GPS， 等阿妈搵到佢咁样。
咁但系咧，你阿姚明就冇呢个问题啦，可能佢高咧，行得快咧，万一尺咁转头就行晒，咁同埋佢个女又唔系猫嚟噶嘛，人嚟噶嘛，咁咧佢就话咩咧？佢就话咧，佢要俾个女咧喺正常嘅环境之下长大。哦，咦咁？话呢个好有骨喎、啊。嗱，我哋听落去觉得冇嘢啊，咁，但系咧，原来学到嘢就系、是，哦，你唔系听佢依句嘢讲乜，你听佢依句嘢。去衬托出冇讲嘅系乜嘢啊？系啦，嗰个叫潜台词。系啦，咁咩叫潜台词咧？似官咁样。系潜台词咧，正话你所讲嘅，讲咗表面嗰句，后边咧底下咧仲含住嗰个包袱啊，含住一啲根肠咧，好恐怖。咁即系话有一啲生活系唔正常咯噃，系咪咧？嗱，即系嗱，正常咧，咁你又追落咧，但系喺外国咧就正常，系咪即系话喺自己国家里边唔正常咧？啊，话呢啲说话打靶说话嚟嘅喎，系啦，我哋玩排除法啫嘛。嗱，佢本身就住喺中国，跟住而家就选择咗美国咁样，咁咧，咁佢话美国系正常，咁嗰个对比咪就系中国。是不是就不正常呢咁样。佢就咁样潜台词咯，系咯。系咯。同埋呢佢喺自己家屋啊个万一尺嘅 Houston 豪宅门口呢就挂咗一个大大嘅美国旗。哦。哦真系。因为佢入咗籍。唔系好入乡随俗。但系嗱我哋又咁讲系咪即系美国里面住嘅人呢拜一个 law 啊！我哋一定要喺门口度挂美国旗咧，又唔系嘅。你边个？系啦，唔系嘅，系咯。佢冇一个法例咁写嘅。咁系咪又好似圣经咁样讲咧？就话咧，嗱，你要喺你嘅门上边咧，就抿呢一个羔羊嘅鲜血，否则你个投胎就会夭折咧。咁又冇啊？呢个唔系嘅喎，呢个系即系波西出去同出红海翻去，佢哋嘅应许之地前咧嘅十个大灾祸，最后个灾祸，呢个法老王嘅放人，咁咧呢个咧喺历史上系冇嘅，呢个咧我不嬲我咧系当系希伯来人嘅神话嚟到嘅，呢个咁真啊，呢个神话有佢嗰个意义嘅。神话就唔系讲句事实，系讲意义啊！系，志官啊，你要怼埋呢个咪，跟住我哋试一试，到底系因为而家拎得远，所以觉得潜水啊，定系因为个线路麻麻地，所以潜水？你试下怼近啲啊！而家我喺个对住个咪讲嘢嘅，我唔系隔兜住边，个口就系个咪隔篱。一时时，因为一时时就好清楚，有阵时啊麻麻地清楚咁样样。哦，咁咧就有真系可能系个。我因为我约咗个老友咧，就嚟嗰个WiFi 噶啦，系即系第一下，咁我咧睇完咧，嗰个老友咧就会俾我咧，亦可以做保险。因为上一集咧，有听众话我哋咁样做节目系慢性自杀。哦，系啊，我睇咗，但系咧就又唔系有啲喺加拿大咧嘅同朋友咧。就香港朋友又话进步咗，又听得好清楚，咁又系唔系嗰个老友嗰个收听有问题咧？我又唔知道。系咯，唔知啦。呢啲嘢咧，现象咧就有可能咧，就有啲人听得好清楚，有啲人咧未必收得咁好喎，唔知道。施官良同埋咧讲少少题外话啦，咁就有听众留言啦，上一集啦就话咧就唉咩话我衰，咁我衰就一个公认嘅事实嚟噶啦，咁但系咧佢话我衰咩咧，就话我衰咧激走咗某一个主持人，就因为冇咗嗰个主持人咧，所以而家咧啲色又咁差，啲灯光又咁差，乜嘢都咁差啊，咁样系啦。事实不符喎、啊，系喎、啊，事实不符、啊，系咯、啊。呢位咧，我即系讲紧边个咧？佢系自己咧，因为咧自己有节目，咁诶，佢唔想撞，同埋咧，佢觉得做网台咧，应该集中啲，咁啊，所以咧系我哋嘅最早嘅创办人之一嚟嘅，系，咁啊，话咯。
我哋好惋惜嘅，我哋梗希望唔係啦。係咯。但係咧，會有佢嘅自治嘅自由啊。咁啊，同你無關，同我無關，係同阿蕭公子無關，完全無關嘅，係個個人嘅決定嚟噶嘛。係咪啊？係咯。咁所以咧，又誒。我个朋友，另外一个朋友咧，马恩赐讲得好啱，不过佢咧就好得罪人啊。系，佢话喺网上咧嘅文化咧就参差不齐。嗯，有啲咧系好高水平嘅，你、有一啲咧系冇乜水平嘅。哦，咁但系咧，佢得罪人嘅。吓，但系咧，我哋咧唔理你高定低水平。总之呢我哋嘅台呢呢、这个网台呢就係、是、將我哋内心嘅说话呢讲出嚟。係。就冇检查嘅冇自我检查。有冇人呢怂恿或者規定我哋讲乜嘢嘅。嗯。即係唔收钱呢就亂咁噏嘢。唔收钱就唔噏嘢。唔係密亦唔就收埋嘅。呢、这个呢我哋自动自觉。自己決定自己的語言和話語權，所以咧呢樣嘢咧，如果欣賞呢樣嘢嘅咧，就歡迎收聽咯。係咯，唔好提議啊，係咪諗多咗啲嘢？係啦，即係其實咧，我就覺得咧。唔知系咪真系呢个民族嘅一个特质啦，咁样似乎大家咧都系好中意咧有个霸主嘅，即系你见咧武侠小说里面咧又要有个武林盟主啊，咁样咁样网台界都系嘅，大家咧即系一定要有三大佬咧，跟住咧就互骗对方啊，骗到咧最尾睇下边个剩翻喺度咧，哇就变咗武林盟主啦，呢、這个咧武林第一高手啦，咁网台第一高手啦。咁咧，我就唔知系咪真系我系半堂翻嘅原因啦。咁我就真系冇乜呢一个咁嘅 ambition 啊。系啊，我哋其实我哋四个人都冇嘅，最初个创办嗰四个都冇嘅。呢啲啊系权力欲嘅，呢个咧应该咧我哋揾一次讲讲咧。呢个就咁呢个题目，就中意做霸主，中意做咧呢个皇帝。八皇帝八主梦，仲有一样嘢更加衰嘅，叫做教主梦。教主梦系啊，中意发呢梦。中国人咧，由毛泽东开始咧，个个都系中意做霸主啊，做教主噶啦。唔系啊，志官，我觉得咧系由盘古初开开始已经系咁啦。讲个最紧要咧，秦始皇第一个就真系称霸啦。之前咧。我仲有个楚霸王，一定要叫霸咯，唔霸唔成。系咯，扮咁样咯。同埋即系你我再远啲啊，皇帝战蚩尤嘅时候啊，又要系啊，系咯，又系因为咧有呢个天命啊吓，即系九天玄女下凡嚟指点佢啦。吓、啊、咁，所以咧佢就能够咧大败蚩尤咁样样，咁咧就系正义嗰方赢咗咁样，系啦。虽然系神话，但咧佢有个正统观念。嗯，正统就系皇帝就系我哋而家汉族人啊嘅先咧嘅酋长啦。嗯，蚩尤咧都系中国人嚟嘅，都系少数民族，都系苗族啊，苗啊苗疆嘅苗。苗吓。苗族系啦，冇错。苗族人即系南方苗族人嘅领袖嘅族，咁啊你系要汉人定咗咧，成为咧中国基本上黄土地上高嘅霸主嘅主人，其他咧都系佢嘅附属，系翻生翻，系啦，蛮夷啊西狄啊咁样，你咧好彩生早咗几百年。如果唔系咧，你啊当佢叫杂不楞，系杂不楞咧就俾人睇笑。唔系啊，次官，如果我生喺唐朝长安都 OK 噶，嗰阵时都兴噶。咁就贵为咧呢、這个贵妃都未定啦。哎呀，嗰啲衫几好着添噶，好凉爽噶嘛。我唔系话笑你喎、小人小弟嗰个太座都系同你同宗嘅。嗯。一样系有呢个问题，佢读都唔系好过噶，
嗰阵时咧都系二等中嘅第二等噶啦，即系唔好听啲讲句，佢哋咧有个花名俾呢啲人嘅，叫做蝦撐啊。哦哦，你听过啦？听过听过，杂种啊，或者系蚕蝦撐咧就好侮辱嘅。嗯，就系咧，因为咧嗰阵时啲葡人咧就中意食 pancake。pancake 其实是中国人发明的，是就是那些粉呢一搭落个锅就咪整咗圆形一个好似 cake 咁样啦，煎饼，嗯，系啊，佢就煎饼，嗯，咁咧当时咧因为佢系中西文化嘅汇合咧，好多咧葡人咧就用佢中意食嘅咸虾酱，嗯，或者咧腐乳就涂面包咁涂落去嗰啲煎饼度，系。咁因为咁样咧，见到就俾人耻笑啦。就佢咧咸虾 pancake， 嗰个就变咗音嚟嘅撑，即系咸虾撑，即系其实用呢个方法嚟笑耻笑嗰啲咁样嘅或者杂种嘅，咁系好阴功嘅。而家咧完全唔应该噶啦，应该咧同一视同仁啫嘛，有乜所谓啊？咪就系、是。都是人类来的，都是跟人类完全一样，你都是有个鼻有个眼有个嘴有个爱心，其他人都一样而已，是不是？但其他人有没有爱心我不知道，我都还有一点的。我见到你的猫就知道，我见到你的猫，你虽然没有仔女，但我见到你的猫就知道。Okay。 喂，次官头，我们讲回这个邓寇克呢，我真的觉得套戏我冇睇过旧嗰套，我谂都应该系时候睇翻对比一下。但系咧套戏好好睇，我认为即系听众如果系未睇嘅话咧，强烈建议咧要去睇嘅。我睇一次我唔觉得唔够啊，唔够过瘾啊。我想咧系我想再睇，系啊，应该睇几次嘅，系好好睇。呢套片闷个头好闷，我冇睇过，我唔敢落，一啲都唔闷。我覺得一啲都唔悶，成套戲咧由我入場，我遲啲少少，但系咧我入咗場開始咧，成套戲只可以用 breathtaking 嚟形容啊，即系你係會緊張到咧唞唔到氣啊，喘不過氣來咁啊，覺得我係係啦，我去到咧我就見到係一個嗰、那個僆仔，即係其中一條線嗰個主角個男仔咧，就喺度亡命咁樣跑，咁前面就喺度開緊槍，就開緊槍嗰啲係咩咧？就係、是。嗰扎佢开始系讲法文先嘅，呢个跑紧嘅男仔讲法文，因为佢以为系法军，一英法联军啊嘛。咁的而且确嗰阵时咧喺外围咧去抵住德军嘅咧，的而且确系法军嚟嘅。咁所以咧佢就讲法文，但系发觉咧佢哋冇反应，唔俾佢过啊。跟住佢就讲英文咯，跟住咧佢哋就。哎快啲呀快啲快啲咁样就俾佢过啦。佢擒咗过去之后呢亡命咁样跑。佢点解跑呢？因为佢跑去海边。佢以为佢一跑到海边呢就可以上船就可以返屋企啦咁样。但呢佢跑到去见到呢仲有好多士兵喺个沙滩度企晒喺度。咁佢等緊船係啦，即係船未到啦咁样。咁呢佢就好急，佢就走埋去沙堆度呢就去解 ,ok, 即係人有三急。但咧，佢个解咧，其实系大解定细解咧，就睇唔到啊，睇唔到啊。咁我估细解啦啩，因为咧佢系去下，跟住见到隔篱见到咩咧咁样，佢就见到有个同袍咧喺度埋紧自己嘅一个即系、就是、另外一个同袍啦嘅尸体啊。哦，系啦。咁咧佢见到咩咧？见到只脚突咗出嚟咁样，定系只手啦咁样。咁嗱，呢个时候咧。你又会觉得哇！如果是中国人咧，就讲哎，大家利是，大家利是，哎，有怪莫怪啊！细路仔唔识世界啊，咁样我居然喺条尸隔篱整笃嘢俾你叹咁样，咁咧，但系咧，一个男主角咧，佢个面色，佢个表情咧，并唔系呢一种有怪莫怪，细路仔唔识世界，佢唔系咁，佢系好急，佢一见到佢即刻休翻条裤，跟住去帮佢。而家埋紧尸体嘅嗰位同袍一齐去埋，成个过程咧冇沟通冇讲嘢，你系尽在不言中嘅，即系啊又损失咗个兄弟啦咁样样，因为佢哋入得嚟嘅咧都系英军嚟噶嘛，
是啊是啊。因为你记住他未入去之前他讲法文那些军队没让他入的嘛。咁所以就是你见到这个位置就是哦自己人的那种本土意识呢就在这里显现了出来。而导演是用一些呢很低调的即是很 subtle 的方法就是说。冇错，即系唔系话哇，大家要举住一个英国旗啊，唱即系 Long Live My King 咁嗰啲咧，唔系，佢好低调咁处理咗呢样嘢。嗯，英国片咧就系通常咧有呢个嘅做法。嗯，英国人中国人拍嘅片咧，英国人嘅生活里边咧都系咧，唔中意夸张啊、煽情啊，佢觉得咁样咧好 vulgar 啊。中文咧，我个 vulgar 英中文系点样译法好咧？低俗啊，粗俗啊，低俗，或者系咩哗众取宠啊咁样吓、啊。嗯，即系唔，我觉得呢种系好 vulgar 嘅。咁啊，德雅咧可能系因为喺我哋近时咧电视台咧有啊有一个守则嘅。嗯。是除了那些人潛水潛水對著個麥克風對著麥克風我歪了一點點、那時除了是這些淫舌之外呢還是有一種呢叫做明明事官我再打給你我再打給你不行收得不好我再打給你拜拜稍等一阵啊，再打个应该会好啲吓。O、okay, K， 听唔到？而家好好多，再嚟，好。咁啊，可能仲一耐，咁啊唔能够咧 ，vulgar， 佢又唔定明咩叫做不雅。嗯。咁咧就呢样嘢咧就好有争议性嘅。咁啊，其实咧而家睇下你个将嗰条线咧拉到去边度。嗯。而家我觉得刚才正话你所讲嗰啲咧。是描写一个高尚的人性、嗯、人性有高尚有低俗的这个高尚所以呢如果你说屙尿啊大小便那些是低俗的屎尿屁是低俗的但是呢他就用一个呢很低俗 的行为去描写一个最大的落差、嗯、这个落差呢就是人性的高贵是、这个高贵就是我完全唔识嗰个战徒嗰、那个战友嘅、嗯，我完全同佢冇关系，又唔系我嗰队人。但系真系见到佢咧，要埋葬一个咁样嘅战友咧，佢即刻停止咗自己嗰、那个行嗰、那个内急，而咧自动去帮手埋葬嗰个战友。呢种咧。是高尚的人格可能下一分钟他自己都一样的、啊、但他不是这样是的没错不是这样想这些这些在我们写剧本里讲呢就是说呢大场面里面呢有小环节、嗯、如果只是得大场面呢现在很多大陆的戏不是大陆的建军大业啊建党伟业啊场面大到呢吓死人的千军万马又打仗、嗯、又子弹横飞又真的都巴闭但呢他不懂用大场面里面的小人物小故事是这个呢是最重要的你能够在大场面里面有小故事呢那种感人处呢原来只是出到来你只得大场面那呢就被即是我们觉得未足够了是不是呢首先就是呢如果大家想住去睇那个呢套戏呢呢套戏中文名叫邓寇克是。英文叫咩 ?Dunkirk。就叫 Dunkirk。Dunkirk、哦。如果你想住去睇邓寇克是想住会见到首斯德军呢你唔使入场啦。冇。唔使。冇嘅。OK。係啦。我老实讲啊，我全场我冇见到，我唔知系我鬼揞眼啦、啊，定系我去咗厕所啊，定我太迟入场，我咧争一两分钟啫。总之我就冇见过呢个德军嘅，但系咧，我即系承认我好衰咁样样咧。我睇个过程里面，因为太入戏咧，我就讲好多次 fucking Germans 咁样样嘅。OK， 系因为点解咧？
就係咧，佢嗰扎英軍 and 法軍咧，嗱，佢裏面係有描述佢哋嘅衝突嘅。佢哋嘅衝突咧，據我哋嘅老友咧，鮑偉聰所講咧，係符合歷史事實嘅。就因為咧，法軍好努力咁樣咧，喺度守住嗰個 perimeter， 即係嗰條邊防啊。OK， 跟住咧，啲英軍就企喺個沙灘度都呆等咧。但係問題係，其實英軍去守邊防嘅力量係唔及法軍多嘅，但係佢哋係最先走嘅，著草著得最快。嗱，咁你話呢一部分，咁嗱，佢戲裡面亦都有 address 到依樣嘢嘅，就係話佢哋其實係逃兵嚟嘅。如果你嚴格啲去睇，嗱，中國以前就係話打你打仗，你打輸你就提人頭噶啦嘛，你明唔明啊？係啊，你唔可以打輸噶嘛。咁但系咧，依一次咧喺一幕呢套戏，邓九华佢处理得好好。但系次官你所讲嘅咧，就系大画面，但系有小故事。就系冇错。嗰个咧，我话喺个船度等紧水涨，跟潮涨啊，跟住只船可以升起，但系点知又觉得太重，就惊佢升唔起，就要抌一条油。咁起哄咧，话人哋系呢个德军间谍嘅。嗰、那個人喺最尾嗰幾幕戲裏面咧，翻到英國喺個火車度咧，佢係唔敢抬起頭嘅。係，佢好奇想知道自己去到邊個站，就叫呢、這個火車外伸出槍，就叫個小朋友掟份報紙俾佢。佢又好奇，但佢又唔敢面對。嗱，如果喺中國嘅電影裏面就唔會有依樣嘢嘅，就一定咧係勇往直前啊，跟住咧根據黨嘅指令啊，跟住千軍萬馬啊，一呼你明唔明啊？即係一呼當關，萬呼莫敵，一定係咁嘅。但係咧喺依度咧就係、是、第一，佢之前係出賣自己嘅同袍。嗱，雖然佢屈佢話佢係德軍 ，and in the end 其實佢係法軍，但係實際上佢哋經過咗幾次嘅生死。与共嘅，但系佢为咗保存自己嘅生命咧，佢都要拱佢出嚟。OK， 咁呢、這个如果喺好单面嘅呢个戏剧里面，就会觉得有边个奸角啦咁样样，奸角一定系衰噶啦咁。但系去到最尾咧，你又显现翻佢嘅人性嗰方面、就是，就系佢好想知道自己系边，系咪真系脱离咗危险啊嘛？系咪即系翻到英国境内？几耐会翻到自己屋企咧？咁样好想知道，但系亦都有个懦弱。就是不敢去面对国内的国民、啊、你刚才讲了我两个字眼很重要的，因为呢在一个戏里面呢想描写人性呢，人性、啊、即是人的性格、嗯、还有最重要就是看到他的人性，正话你讲了这两个人性这两个字、嗯、还有呢人性里面呢还有一样东西是、相当好写的、嗯、这个叫懦弱coward， 嗯，啊呢、這个点咧，我觉得你正话又提出嚟咧，又中咗嗰个 point 咧，即系考试咧就两个 point 都中晒，你 A 噶啦。唉，多谢。我喺呢个读电影，我而家啲功课好难做。考试咧就中咗两个字，最关键嘅 keyword 咧就系呢个懦弱。懦弱唔系单止咧讲佢喺个火车上嘅行为懦弱，嗯，佢指证别人啊，话。别人系间谍，想抌一个人落去，這个食船轻啲咧，呢、這个自私嘅行为咧，都系叫懦弱，系，都系叫 coward。即系咧，你啲人觉得好奇怪，喺中国文化里边咧，点解个总统啊、总理经常都话嗰啲恐怖分子杀人系懦弱咧？嗯，就系咁嘅意思啦。佢都话佢哋 coward。嗱，喺英文嚟讲咧。coward 呢个字系好重嘅，用得好重嘅，因为咧，我哋中文话你个衰人懦弱啦，咁冇乜嘢嘅，咁你有听到之后一笑自知嘅懦弱，我系就懦弱嘅咯，咁，但系咧，如果英国嘅语言文化里边咧话 coward 咧系一个好大好大嘅侮辱，系同埋指责嚟嘅，如果俾人话 coward 咧，佢真系抬唔起头嘅。真系咧衰到绝噶啦，好少用到呢个字眼去到描写另外一个人。你睇下咧，次官啊，真系好得意嘅喎！喺一个有武士文化嘅国家咧，就更惧怕同埋更忌讳咧懦弱啊，
懦夫啊，呢啲字眼。日本咧，日本你话个懦弱啊，系佢同你死过，佢同你死过，系啊，冇错。即系你发觉系有呢、這个。我哋唔係話戰士民族喎，係譬如嗱，你好似英國咁啦，英國以前有武士噶嘛，有騎士噶嘛，係咪 ？Chivalry 啊嘛，係啦，係啦 ，Chivalry 即係好似而家佢話嗰個 Knight of 乜乜乜咁樣樣啦嚇，咁啊佢將你封咧，佢都係封 Knight 噶嘛 ，Knight 咧其實就係騎士啊嘛。OK， 系啦，咁你见日本都系嘅，日本就系武士啊嘛，咁即系佢哋自古以来，佢哋系以佢哋嘅勇敢作为佢哋自豪嘅一个代表嚟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话佢懦弱咧，系即系佢完全接受唔到。但系可能中华民族咧咁多年嚟咧就唔崇尚武德啊吓，就崇尚呢个文嘅。咁所以咧，即系重文轻武啊嘛。咁所以可能咧，可能你话同埋大部分嘅人都系耕田为主啦，咁样，所以就好似冇乜嘢咁啦，懦弱咪懦弱啦。其实咧喺春秋战国嘅时候咧，呢、這个文人嘅风气好盛嘅时候咧，系懦弱有个字咧，虽然系讲缺乏勇气，但正义嘅文人咧都系要讲佢嘅勇气，所以咧。这个勇气不一定要打得啊杀人啊那些叫勇气。嗯。你记得呢孔夫子讲呢智人勇的嘛。嗯。三个达达达德啊叫达德啊。达德呢就是最好的一种的达。智人勇其中呢有个勇而呢勇呢不是一定是要够勇气去杀人放火那些叫勇气。嗯。有达德改过自身都系一个勇气嚟嘅噃，系面对自己嘅过错系最大嘅勇气。面对自己过错都系一个勇气嚟嘅噃，够胆咧去更改啊，去有改革咧又系一种勇气嚟嘅。嗯，而家咧啲人咧净系解个勇咧，智人用嘅勇咧，三达德嘅勇，就当咗咧我一时之勇，一时间嘅勇气，够胆出嚟。拍心口咁啊叫勇，唔单止嗱，我最近咧啱啱你问我睇冇睇戏咧，我有喎、啊。嗯，我最近咧买咗一个好平嘅一套呢、這个蓝光，因为你知道我咧呢啲系好缩骨嘅人，我一定买啲平嘢。上网睇唔使钱添啦，你已经算好好噶啦。呢度我想睇靓啲，嗯，所以买个蓝光。呢套咧就叫做《舒特拉嘅名单》啊。OK。以前好多廿几年前咧，佢已经睇过噶啦。不过咧，而家我再喺蓝光碟再睇，咁咧领悟嘅嘢咧就比以前多好多啦。系，譬如咧讲到咩叫做勇气咧，希特拉同嗰个德国嘅兵、那个军官讲咧，咩叫权力啊？权力嘅意思唔系杀，够胆杀人就叫权力。你够胆救人嘅权力系知道边啲系应该救嘅，边啲系唔应该救。即使系你喺战场上，你都系要适当地运用你嘅权力，嗰只叫权力。哇！呢句说话咧好深刻，使到我个心里边咧觉得，即系舒特拉即真人真事嘅话，舒特拉系真人嚟噶。嗯嗯，佢喺波兰嘅工厂而家仲喺度，真系咧只不过拍出到呢个主题嘅味道出嚟，一样好似刚才你话，佢喺大场面里边咧有小环节，啲、嗯、小环节咧句句说话咧都系咧使到人怦然心动嘅，即系话咧听完之后咧个心啊好似俾人撞击咗咁样，嗯哼，即系佛经咧喺度讲啦，你一路睇佛经一路觉得有人敲你个心噶嘛，嗯，嗰啲将嗰啲道理摆入去你个心，你个心底噶嘛。佢真系咧睇得到呢一样嘢，套戏咧佢真系好多好细微嘅地方，即系譬如佢嘅爱国情怀咧，系唔需要咧就系、是、不断咁样出现国旗啦，同埋不断咁样大叫口号啦，冇呢啲必要嘅。咁我呢个里面有一个重点，即系我哋头先讨论到嘅就系 cowardice 啊，即系懦弱啊，懦夫啊，咁咧。包
括就係咧，第一個咧，即係受到徵召啦嚇 ，OK， 即係政府就嗌啊嘛，就話依個海峽咧，英倫海峽咧，彼岸啊嚇嘅所有嘅漁船，唔理你係乜嘢船都好咧，唔該你同我砰砰聲走過去對面去救咁樣樣。咁咧，翻飛翻嚟。係啦，我唔知咧，個歷史上佢係有幾咁點講啊？几咁强制啦 ，OK， 即系到底系咪话喂你唔去你就系叛国咧？咁应该唔会啦，我估英国唔系一个咁样嘅国家嘛，即系我嘅理解唔系，咁佢可能就系话叫你哋去，咁你系咪有个选择权唔去咧？咁样，咁但系咧故事三条主线里面咧，其中一个就系嗰个船咧，就系嗰个老人家个爸爸，佢个细仔。就揸住架漁船，咁有個細路仔咧，就係、是、上咗船，佢就話咧，佢想去，佢話 he will be useful 咁樣樣。咁咧，另外一幕咧，再出現到話懦弱 coward 呢個字咧，就係同呢隻船有關嘅，因為佢哋經過見到一隻船咧沉噶啦，咁有條友咧就喺個船上邊。基本上你唔救佢，佢就冇命。咁呢个船长呢个老人家咧就救咗佢。上咗船之后咧唔出声，冇讲嘢，俾水佢都唔敢接啊，佢就揈开你咁样样。到佢后期咧开始讲翻嘢嘅时候咧，知道原来佢哋系要去咧 Dunkirk 呢个地方咧，佢系话喂我见即意思就喂我见个鬼都怕黑啦，我仲翻去咁样样。佢死都唔要，佢争啲要同嗰、那个个船长大打出手。呢个人嘅身份系咩嘅？佢系英国嘅士兵嚟嘅。我士兵嚟嘅，佢唔好翻去同阿接啲同袍。唔系佢英国嘅军官，佢就系、是、佢只船俾人炸咗，咁佢争啲死，咁就系呢个船长救咗佢。但系咧，你见到佢就一路喺佢嗰个所谓嘅嗰个创伤喺个 trauma 里面啊。即系佢又未，佢又唔会话啲气话要好夸张，定话喺度震咁样样。但系你见到佢系内敛嘅气，但系佢就系一路 retreat 喺自己嘅世界里面。咁咧，佢同个船长大打出手嘅时候咧，就唔小心就伤及咗后来跟上船，就话 I will be useful 嘅一个小朋友，好细个嘅啫，可能十几廿岁。十几岁，十几廿岁系啦，咁伤到个头咧就流血啦，咁样样，咁咧就后来个故事我唔剧透啦，大家听众自己睇啦。咁但系咧，但系大家见到就系话呢一个军官唔敢翻去呢一个 Dunkirk， 明知道自己仲有四十万，以十万计啦吓嘅战友个同袍。系仲喺 Dunkirk 海边，根本英文所讲就系 sitting ducks 嚟嘅，即系sitting ducks 俾人任坐喺度任打嘅，系俾人任宰杀啊！根本佢系冇机会逃脱嘅佢哋，但系咧佢居然咧自己被救之后咧，佢唔系话哎呀我哋快啲翻去救我啲同胞，佢唔系咁，佢系打死唔肯翻去，佢甚至咧同人哋口角计而动武咁样样咧，系啦。咁呢个时候咧，个船长咧个细仔就问佢爸爸，就话佢系咪一个 coward？ 哦，有呢个字喺出嚟啊！有一个字直讲到出嚟啊！个细仔问、：Is he a coward？ 爸爸呢个时候咧，咁我好 anticipate， 我好想知道个爸爸会点样复噶嘛 ？Yes or no 定乜嘢？佢就话 No，he is just suffering from。post-traumatic 唔知 post 乜嘢 trauma 咁样样，即系话佢喺个战火创伤当中。心理问，心理症候。系啦，佢话如果你系佢咧，你都可能会系咁。嗱，呢一点咧，呢一个位置做得好靓，就系话个同理心啊。系同理心。同理心，即系话如果吓 OK， 我谂我想象到好多人咧。可能我自己都是的，顶你咩？我救了你，你仲喺度即系同我争太盘，你明唔明啊？你仲要打到个细路仔，即系佢唔系有心打佢，但系整到佢啦。OK， 后来有事嘅，即系喂大佬，你将你咁系恩将仇报喎，成件事系，同埋你系根本系置你嘅同袍四十万同袍于即系呢个生死而不顾嘅、哦。嗯。但系佢居然咧可以系体谅佢，就话系 post 乜乜 trauma 咁咯。系嗱，你呢个咧，其实咧背后
呢個現象裏面咧，有一個有一種哲學喺度嘅，有一種嘅潛台詞喺度嘅。呢個潛台詞咧就叫做包容。係有啲人咧，而家都用咗呢個字眼包容，即係話咧你包容佢。咁呢個這個船長咧，次官啊，我哋香港人好包容噶啦，對於自由行周地屙屎，我哋都好包容噶啦。有啲你講乜嘢？好嘅嘢咧，我哋认为好嘅嘢咧，都俾人砌噶，砌到你七彩啊！有个老友问我，点解你要同阿女王做节目啊？哦，嗰个女仔啊嘛，后边咧系啊，后边你睇到后边有下山三十几个字咧，系，但系咧，我都包容佢啦，冇所谓啊，我唔知道佢咩原因咧，但系包容咧嘅意思唔系一定系乜嘢都原谅人，但系咧你有个理由咧。在一些情况底下呢表达到你那个人格上的高贵、就是呢包容你心的包容。是。那这个时候呢正在船长呢其实这段故事呢就讲紧。师傅对好一点对准一点。是。对住了对得很准了。那呢讲即用了这个例呢就使到呢包容这个字呢有个新的意义。不是一定说大家觉得这件事对或者错不是从这个角度说是说他当时那个人在那个 situation 在那个情景他怎样去处理这件事、当然呢 很大受争拗的但是呢对后来包容都是一个好的达行的尤其呢女王、我點解咧比較去啊，即係課多啲佛教咧。佛教咧，雖然我冇宗教，佛教咧係包容嘅宗教嚟。係基督教咧都係包容，耶穌都包容，但係你知道啊，舊約裏邊咧好多係唔包容啊嘅實例嘅喎。係嘛？咁啊？而且咧，利用到宗教呢、這個church 啊，即係教會咧，嚟殺人咧，都不下唔少得過共產黨嘅喎。係，特別咁呢個咧，佢教亦係嘅戰爭上高咧，或者係迫害上高，又係受到佢絕對唔包含嘅啦，唔包容嘅啦。但佛教咧嘅哲學咧就係、是。包容的哲學，很多時都是呢，很多是等閒人包容的東西呢，他都包容得到。那這個呢，是他的宗教上的一種呢，德行，好處。是啊，所以套戏咧，佢唔系净系话你要睇嗰啲话疯狂嘅战争画面。Like I said， 如果你入去睇邓寇克，你谂住佢会手撕德军咧，咁样吓，即系英国军英勇抗战啊，手撕德军啊，跟住咧啲枪飞晒出嚟啊，嗰啲冇嘅，唔使谂，唔使系啦。但系咧，你会唔会好紧张？你会好紧张嘅。如果你唔喺度玩手机啊，咁咧，你真系睇套戏嘅话咧。你是会紧张的因为你成日觉得喂大佬啊即比如路行啊他们是走投无路到呢真是前无退路后有追兵。是啊是啊。所有的 drama 呢有几个呢恒常的成日用的situation, 我们叫 TT 啊、situation。那在这些 situation 里面呢有几个是很很好用的其中一个呢就叫绝境了。正如你讲出呢这个邓九退大撤退呢其实他就是一个描写一个绝境。在绝境里面呢就见到人性。人呢一个绝望里面呢然后将他的人性的善良的地方或者最丑恶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呢就即刻显露无遗了。我记得那套片我喜欢研究的丧尸 Zombie The Night of the Living Dead 就是成班人呢就在困在间屋里面那些丧尸 Zombie 就已经围住间屋去杀他们那他们一样是处于一个密室困境里面、那你看到的人
性的善良、高尚和人性的低下、卑俗、衰格，全部都是咁，邓教黑都系，所以我一睇到呢、這个呢、這个题目咧，我1966年咧嗰阵时，我都系读紧Form Four、Form Five 嘅，都即刻睇啊，系嘛？嗰阵时咧，我最套片最大嘅黑白片嚟嘅，我觉得都唔系个长远，而系咧嗰阵时嗰个 situation 嗰个处境，睇到嗰啲兵士处于一个绝望里面，他怎样生存，为了求生存，将个人类里面的 最黑暗、最衰、最阴湿、暗晦的性格拎出来，又是从这里反映到人的最高尚的性格又显示出来，自私、夸大，正话讲懦弱、勇敢，全部见晒，都不用反照镜。即其实呢都不知道是不是那些远线特登玩嘢或者那些发行商玩嘢呢，即你将邓寇克和这个建军大义摆在一起呢就真的啦。建军不要讲。是。这个业呢在国内呢一直规定所有远线的必定要上去添。如果不上去都不用注意的。你不爱过。你知道啊。所以呢但是香港的毀譽參半，有些人說他悶到七斤 抽筋，有些人說他很無奈，我就去看，我在加拿大先找一天那天老人場看看先，回來如果還做我就陪你一起再看一次。你說哪套建軍大業啊？啊？建軍大業還是鄧寇克？那天就看把鬼嗎，我都知道他怎想說什麼。是啊，唔係即係咧，有我又覺得最後一樣嘢我想提嘅就係咧，鄧寇克佢一樣嘢好咧，就係佢頭先所講過啦，佢忠於歷史啦 ，OK。另一方面就係咧，佢冇刻意去美化一啲唔真實同埋唔完美嘅。即係譬如舉例，依套戲佢係美英美合拍嘅，咁佢冇話咧要歌頌英軍咧，係話多麼啲骁勇善戰啊，跟住明明其實係好打得嘅，哎呀，但係咧因為天時地利咧不利於佢哋，所以佢先打唔贏啫。跟住咧邪惡嘅德軍，佢冇曬依啲咁嘅多餘嘅情感嘅，同埋多餘嘅描述或者係過分嘅煽情啊，佢係好直接地就係將件事咧用時間軸嘅形式咧去表示出嚟嘅。即當然你表示到的是有他們的慘況，那的而且是慘的，大佬你試下40萬人在一個沙灘度，跟住是等你救氣，唔係啊，同埋咧，你嗰個船唔知幾時先嚟，驅逐艦嚟唔到，你全部都係 bad news， 你成覺得哇，大佬即係10000個字嘅粗口嘅話，你已經死乜梗㗎啦咁樣樣。你冇諗過係 civilians 做最咩係平民嚟救你嘅，而平民呢樣嘢係講真貪生怕死啲嘅，佢就唔嚟㗎啦嘛。但係 end up 居然可以咧喺短短10日8日裏面咧係撤走咗30幾萬，即係如果你平均呢個人性嘅光輝啊！冇10日8日添啊 ，sorry， 係好似5、6日定6、7日之間咧就撤走咗咧30幾萬。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奇迹，军事奇迹嚟嘅。但系呢个奇迹咧，佢唔使讲到出面，你知道点解？系因为英国人真爱国啊！佢真系冒住生命去救自己嘅同胞，呢一扎可怜嘅士兵翻嚟。系啊，嗱，正话你所讲嗰个咧，又中文咧又有4個字描写嘅喎。系呢个字咧叫做不舍之舍。系嗱，呢样嘢而家千祈唔好讲出嚟，话不舍之舍，不说之说。嗱，呢啲讲出嚟咧，而家啲人咧程度低啊，一个斗胆讲句，系程度低咧，睇唔出嘅呢个系深层嘅意义。深层意义咧，譬如你正话所讲嗰啲喊烂深层嘅意义，深层意义咧系唔使讲晒出嚟嘅，画公仔唔需要画出肠嘅，又唔需要咧讲到明。驚死你唔知呢個故事教訓我哋乜乜乜乜，又唔使講到明咧，呢啲係人性嘅光輝。直情咧喺裏邊咧，裏頭不捨之捨咧就已經寫曬出嚟啦。係，
呢样嘢咧喺唔系净系中国啊，世界各地咧嘅文学里边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种写法、写嘢方法。嗯，而且我哋话教编剧，其实都要教呢个好深嘅呢个深层次嘅做法。但系咧，我相信咧，而家我哋两个讲啊，唔知有几多女有名啊，唔知有冇都唔紧要。明都好啦，我哋都讲出嚟咯，系嘛？即系我哋呢个节目咧，就系好坦白、忠诚，将我哋嘅讲者，即系讲说话嘅人、主持人嘅真就说话讲出嚟。咁啊，大家明白就好咯，唔明咧，你怪责我哋又原谅你嘅，冇所谓，包容晒嘅，冇所谓嘅。嗱，即系咧，嗰个听众咧，我简单回应佢啦，咁样，即系咧，佢就譬如话啊，啲色温搞到好差啊，跟住我就话摆一个花喺度咧，咁嗰啲，其实咧，你睇翻今集，你明知道色温其实冇问题嘅，系咪？或者我自己一个人做生同感受，啲色温都冇问题嘅。佢噶啦，系啊，系因为其实个事实就证明到俾你听，其实你个版本系错咯。呢个世界冇边个冇咗边个唔得嘅。之前色温唔好，我哋知个原因系乜嘢？因为我哋本来想俾听众咧可以见到次官一齐做节目咁样样，咁但系原来呢样嘢系会影响到色温。我哋唔系唔知道，但我哋想你哋有更加大嘅投入感，可以同次官一齐好似面对面咁样样。咁我哋尝试过唔得，咁我哋而家咪冇咯。咁你见到个色温冇问题噶，并唔系你讲到咧，好似你而家入咗邪教，你就拜咗我哋嗰位前主席我哋嗰位前主持系神咁样样咯。其实即系嗱，你咪叫阿肥仔登我幅相出嚟啦，我有咁多幅相喺你哋嗰度，得幅靓仔嘅咪睇到我样咯，都系咁上下样嘅啫。嗰、那个唔系唔系见唔见样嘅问题，系可以望住你讲嘢咁，但系唔紧要。一个咧系一个好嘅 gesture，OK，即系我哋想有一个咁样嘅举动，一个好嘅动机系好嘅，系啦个善意嘅举动，但系你唔 appreciate 嘅，或者出嚟个效果未如理想嘅，咁咪改善咯，系咪先？冇嘢噶。咁同埋咧，如果你咁。如果你咁拜你嘅神咧，其实你会知道咧，佢自己都承认咧，而家系我单反佢啊嘛，即系我唔睬佢啊嘛，或者讲加一个字嘅粗口就我唔捻睬佢啊嘛，咁所以你要信神，你都要知道你嘅神讲咩先得噶，你唔好盲目咁拜神先得噶，好唔好？OK。唔好讲嘅，系啊。次官啊，你对翻住个麦讲嘅，如果唔系真系喺水底咁样样啊！你而家你隔篱噶啦，咩啊？手最好咧，拖住只手一齐讲嘅，你放心啊！听唔到啊，次官，你讲清楚啲，听唔到啊，水底快翻嚟噶啦，可以拖住你只手一齐讲都得，冇所谓嘅。哦，好，OK，好啦，今日时间到呢度啦，OK，拜再见。OK， 听日我就如是我啊，唔系听日。生同感受，生同感受 ，OK， 好，次官又潜水啦，拜拜。